大家好，2月14日，有八卦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张柏芝带三儿子滑雪的画面，也是曝光了这一家的近况。三个孩子的高颜值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这个消息也是张柏芝自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的，他也是配文称情人节快乐，唯一的情人，这也是在跟儿子们表白。不过很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对着别人表白，要知道他可是有三个儿子呢。在照片中只见他带着孩子们来到滑雪场，因为要滑雪，每个孩子都包裹得非常严实，做好了防护以防受伤。孩子们也是非常开心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幸福的感觉，从他们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，和家人在一起就是非常快乐。除了孩子们的单独照片外，还有他自己与二儿子的合照，只见他身穿黑色羽绒服，戴着蓝色针织帽，脸上化了淡妆，整个人气质非常出众，脸部肌肤白嫩似少女，完全不像是42岁的样子，保养得非常到位。而他的二儿子则同样穿得非常严实，超长的刘海更是挡住了他的颜值。不过从以往的照片中便能看出，他也是很好的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，而且他这样的发型也是与爸爸谢霆锋年轻时有些相似。还有大儿子的照片，只见大儿子 Lucas 身穿厚厚的羽绒服，手拿滑板，已经15岁的他也是相当成熟了，个子高挑，抱着滑板的样子十分帅气。虽然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了，但是他对于孩子们的爱却一点都没有少，对每一个孩子都非常耐心，关爱有加。祝愿他们一家人幸福安康，快快乐乐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